稍微拉住眼尾，从眼线最末端的部分开始画直线，从眉头到眉间几乎是呈平行线的角度画，画的时候得要轻轻地画，然后重复多次一点，就是照着我们眼睛的形状往外延伸。接下来呢，往前面眼线的部分连接并填满，就算眼线画得没有很完美，等一下也会跟之前一样利用眼影再次覆盖颜色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以现在的状态，为了让眼睛呈现出较长一点的感觉，稍微轻轻地将眼尾的部分拉长一点点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尤思琪，在这边呢特别推荐大家 Pony 的新书，在这里面你可以找到最有乐趣的化妆方法，相信你呢买了它绝对不会后悔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凯老师。虽然呢，我个人已经是老师级的人物，但是女生绝对还是比我更了解你的脸型跟你的五官。女生教化妆实在太有说服力了，尤其是 Pony 的这一本《闪耀明星妆》当中的精彩内容，千万不要错过哦。